每次觉得你红星大奖的时候，你会穿一些比较大胆，你比较敢尝试，因为很多艺人不大敢尝试，他们现在才开始，已经太迟了。你是那个先锋，你懂吗？然后你之前的造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吗？我们把它丢上去一下，你看。对。哇，所以我们来聊一下你的造型。好啊。OK， 你比较喜欢哪一件？其实你这样问我，你会让我很难做。OK， 因为都是造型师，对不对？对。Okay. 其实因为他们都帮我们找衣服非常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有种种原因啊，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很辛苦，嗯，那所以他们帮我找的衣服，我们大家都会尽量配合，对，穿得到好看，嗯，就够了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发现刚才你走红地毯跟现在的服装是不一样的啊，对对，对不对？要不要站起来来转一圈？啊，转一圈啊！你看，就哇哇。我跟你说，我一站起来，哇，我头有点要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身材真的太火辣了。没有啦，谢谢。真的太棒。